场内优美乐声、精致茶席，搭配场外人文优雅布置，彰化静思堂迎接在地实业家参与茶会。它马上让你带入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环境中，让你心可以立即静下来。红尘善哉茶会，顾名思义，邀请实业家与慈济一同在人世间扬善。实业家及家人有400多人莅临。看到慈济哦，就像一个大家庭，一团和乐。到国内、到国外，很多的善事都在做。那这也是我学习的模范。企业家都能够发挥呢他的影响力，让这个世界更美好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茶会呢，我们就是红尘善哉，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度化人间，做菩萨。同样是温馨茶叙，在东大静思堂这场联谊邀请的是社区志工参与。出身鹿港的志工梁安顺分享他多年来深耕台北推广当地教育的点滴。我企业是脾气来的那样啊，所以要赶着赶快把它完成。他投入了28、29年职场，就是那种人生啊，那种所有的一切全部时间都投入在那边，说实在是很感恩。茶会有感动，有欢乐，更加凝聚社区志工的向心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国华、郑顺福、陈新本，中部综合报道。